道学认清模考防范方法。一、前言。二、清净己心默者形象。三、认清真假破相明理。后学所知及现今道场的怪异现象，宜称师作祖伴收缘。二、执着感应现通灵反邪现。四、智慧明辨紧握经线。五、面对魔考如何防范。活佛师尊慈氏坚持五步远离魔窟。一步起心，二步盲从，三步看听，不看来路不明的讯闻，四步言论，自己不清楚的事情不要加以讨论，不关你的事情就远避。五步着行。路结论。https://www.facebook.com道学认清模考防范方法。一、前言。二、清净己心默者形象。三、认清真假破相明理。后学所知及现今道场的怪异现象，宜称师作祖伴收缘。二、执着感应现通灵。四、智慧明辨紧握经线。五、面对魔考如何防范。活佛师尊慈氏坚持五步远离魔窟。一步起心，二步盲从，三步看听，不看来路不明的讯闻，四步言论，自己不清楚的事情不要加以讨论，不关你的事情就远避。五步着行。路结论。https://www.facebook.com 部分漏读或是破音字读音错误请见谅。